他这次男团 Energy 近日宣布九月将前往高雄巨蛋开唱。 Kid 为了帮好友坤达宣传，两人合体模仿钢铁人。只见 Kid 扮成面罩，背对镜头蹲在坤达肩膀上，超尴尬姿势让全场笑翻。 Kid 也不忘自嘲，蹲16秒算一种16蹲吗？因为我摸到他这次